啊，大家拢搬搬出来，搁高军来，搁阮囝，搁高阳派十个的嘛。对啊，嘿啊，道清啊，毛阿东啊。一见到慈济志工的身影，两位老人家几天来的无助总算有了依靠，深深的一个拥抱，阿妈把惊恐全都释放。啊，恁你免惊免惊，真惊，知无？嗯。把迄个艰苦化作祝福家己，好不好？嗯，是是是。啊，人总是袂当，拢袂当挂无事牌啊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啊，只是讲一定咱心一定要好，啊，贵得好啊，好。啊，叔知影咱的苦，啊，就派只地主来甲恁关心。谢谢，恁都真麻烦啦。慰问水患受灾乡亲，嘉义慈济志工启动安心家访行动，大家带着祝福礼逐一问候饱受淹水之苦的民众。福利嘿，吓啊！讲哦，咱即摆你摒扫较无闲吼，啊来我正好有够简单嘞。这福本吼，这我是经销福本，都健康诶，会当来做泡来做沙粉吼，啊搁内底有泡面啊吼，搁有泡饭吼，啊咱加用烧水泡，啊等上来来使用啊，安尼吼。谢谢啊。志工一个拥抱，一句问候，都是受灾乡亲最坚强的依靠，陪伴他们度过灾难，重建家园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加以报道。